때 하는 숫자. 进土了，好严实这个。好，然后按照它那个弧度给它摆在这儿就行了。摆好，这边出来了，它可能过身风雨。一二三，走！耶！好了。我给我抬上去。别事。好，进去了。它这是一通吧，通到中间，不是，好像过去了。是，你上那边去找那头就可以。OK。我看看啊，不是，啊，简直是太，是先穿底下这个吧？对，但是你要先穿过去，把这块从后面穿过去。Okay, 这儿从后面穿过去是吧、啊？然后先穿这个，这，明白？对，然后这儿扣上。对。啊，嗯，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好。成功，好的，它是有弹性的吗？嗯，行了，咱们这方面吧。嗯。我们的帐篷终于搭建完成了。太大了。对，然后我们从北京出发呢，到这儿要3个多小时，到这儿就开始搭建。本来以为呢，先可以吃点泡面，但是呢，没想到当时又换了好多位置，然后就说还是先把帐篷搭上吧，因为有了庇护所，咱们才会感觉到舒服，是吧？而且这个帐篷我们第一次搭了1个多小时吧。对，咱们明天白天吧，明天白天把这个整个咱们的这个装备可以介绍一下，因为现在天已经黑了，我们要开始做饭了。咱们先把灯点起来，慢一点，慢一点，上面灯上。小雨，你来点吧，我教你。好呀。嗯，先这样，把它摁着它，往里摁，然后往左旋一下。没使劲儿的。行，我来。啊，劲儿太小了你。然后堵着这儿，用大拇哥堵着这儿，这么去打气儿啊。一二打20下，3、4、5、6，好像健身教练跟我说你这个动作要做20下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差不多就感觉它打不进去就可以了啊。嗯，然后轻轻的打开它，然后把它顶在这儿去打火。
你先试试能打着火吧。行，来吧。可以。轻轻的啊，可能会扑啊，火来。有点多哈。嗯。来，那我来了啊。嗯。打的气儿不够吗？哦。解一下气儿的哈。这是一个火炉吧？对。你看啊，它慢慢就亮了，看见了吗？嗯。哇，看了吗？漂啊。你看小雨。小雨烤成功了吗？应该是成功了，火稍微有点急。因为这个炉子非常小，所以说下回的经验就是千万不要太高，是吧？嗯，还是很香的，吃一口。是吗？行吗？嗯，好看。嗯，咸味儿行吗？行，咸味儿特别可以。嗯嗯，鸡腿肉很嫩，然后上面还有一点点油脂，不像鸡胸肉一样就是那种没有油。嗯，来尝尝牛肉串。嗯嗯，好吃，牛肉配辣椒青椒。你看看，
一定要选那种带油脂的牛肉，烤起来才好吃。嗯、然后要加上那个青椒或者是葱都可以，但是青椒配牛肉特别好，嗯、因为青椒的那个清香配牛肉很搭。嗯，现在我们把我们的帐篷已经完全的封闭起来了，然后外面那个火还有一点点，然后这儿呢是一个大的纱网，小雨身后呢也是一个纱网，我的后面呢也是一个纱网，然后呢我们现在不在烧烤吗，就把这个卧室呢就完全封闭了，就省得它味道进去。这是什么培根卷什么呀？培根卷芦笋。芦笋，别烫着啊，油烫。哇、哦，怎么样？嗯，嗯，那芦笋很嫩，是吗？然后培根外边已经烤得焦焦的，芦笋的清香，再配上，嗯，培根的这种肉的香味儿，感觉很特别。而且非常解腻，就是平时我单吃芦笋或者单吃这个培根我都不会吃，但是这两个配在一起我现在可以吃，我觉得挺好吃的。培根小西红柿也烤好了，大家不要看黑黑的，其实是因为我喜欢培根，就是把它烤得焦一点，里面的小西红柿已经爆了。现在我们要煮饭，然后为了明天早上我们要用柴火做这个鸡蛋炒饭。嗯，对，然后现在就要焖。嗯，就是焖的时间还其实比较短，但是泡的时候之前要泡20到30分钟呢。对，煮饭呢就是用那个卡式炉，然后加上 Snow Peak 的做汤的这种锅吧。对、嗯、也可以焖饭。对，但是有一个前提，就是一定要把火开得特别小。嗯，可以记个时，大概在15分钟左右。嗯你看我现在火行吗？嗯，可以，你就小一点就行，因为你要是一大火的话，就很有可能就是糊了。一个特别好看的，哇，感觉好像那战斗机呀、啊！你看，小雨，像战斗机吗？像。哦，Swish，What are you doing？I think I'm gonna go down to the chapel and pray. You wanna come? No. I think I will stay here with Mama.空闷的心里全是虫子。看来这个帐篷门上全是虫子。这是昨天用的一个垃圾袋，然后也装了满满一袋了，今天再解锁一个新的。锅不热。
了，是吧？你看，Juanita remembered it wasn't the men Gabrielle talked to that she had to worry about. Jordana, Maisie, here are the costumes, right on time. Thank you, Lynette. Okay, 这什么东西？行了，差不多。
还是真挺好吃的。第一次烤猪排用锡纸留下的汁儿就可以用来烤猪菜，我这里面放的是花菜，还有彩椒，洋葱，还有最下面是土豆，就是最靠近火的地方是土豆，因为土豆不太好熟。味道今天晚上下不来。不一样，比昨天阴。这一百多头牛您都能认出来啊，然后还有别人的牛您都带不错，带不错。哎呦，那真厉害，这就是别人九家牛嘛，啊，我们九家的九家啊，九家的牛。你们哪的？我们北京的。北京的啊。冷不冷？冷。晚上我们这里头不冷啊，就在里头睡。啊，里头还有一家。对，里头还有一家。对，还有个床。只是我没有那么多腿。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下，我们这回露营两天的一个装备。那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家，看看侧面，这是一个隧道帐篷，也可以叫通道帐篷。然后呢，它是由四根杆组成的，搭建非常方便。然后这回呢，我们赶上下雨了，然后最关键的就是它的这个遮雨遮阳的这个棚子。里面这是全是干的，所以说这个帐篷可以一直保持一个防晒和防雨的一个状态。然后这是一个小房檐儿，不管下多大的雨，我们里边的那个窗户呢都能还能拉到这个位置，也就是说还能保持一个通风，这个非常的赞。小雨你可以随时补充哦。嗯，小章鱼。然后就是它的这个整个的结构呢是一个，请你把门撩开。对，这是一个一室一厅的这么一个结构，然后这是一个，就是我们的一个活动空间。昨天下雨的时候，我们就完全在这儿操作。然后呢，这个天幕呢，还可以通过两根天幕杆给它打开，可以遮阳，也可以遮雨，等于又扩展了空间。而且这个网可以挡蚊虫，在夏天的时候就这个网很重要，非常细密。然后呢，它还能通风。对，如果你不拉帘的话，真的有太多的蚊虫了。对。然后里面的空间，我们就是这儿放一把椅子，然后这儿放一个蛋卷桌，然后呢，这儿有一个Uniflame 的小的一个炉边桌，然后这儿还有一个 DOD 的椅子，然后相当于这儿是一个转角工作台，然后这是我们的手推车，然后这个推车非常的好，而且强烈建议大家买那个加大版的。现在我这就是加大版的，然后当你在运东西的时候，你会觉得它一点都不大。对，嗯，而且可以装很多东西。这几天我们东西都装在这里面。这边是一个店小二，然后给这个冰箱供电，还有给我的相机充电，一共用了两天，就是用到今天早晨。
终于不行了，没有电了。然后就是说一下我的这个 Coleman 的这个煤油灯，这个灯也是很令我惊讶的，就是它在使用的时候非常的亮，而且灌满了油以后能用一个晚上。对了，还有一个功能，它还可以取暖。哦，对，就是站在它旁边特别暖和。对的。还有这个水，你看这一桶水应该是20几升的吧？对，20几升的。对，你看我们用了两天，可能才用了一多半一点。对。一会儿再用一点，就感觉根本就用不完它。然后说一个大家都很关心，但是啊，好像有点不太好意思的话题，就是我们如何上厕所。这是这个，这就是在淘宝上买的一个比较便宜的马桶。哎呦，可以折叠成一个板，就是像一个马桶一样。然后他送了一些塑料袋啊，还有那个就是里边消臭的一些那叫什么凝固剂，套两个袋子嘛，倒在里面，然后上完厕所它就会凝固。对，然后是这样，小便是可以凝固成固体，大便呢它只是除味儿。反正我们两个人这两天都上厕所了，实际测出来之后是非常的好，就是尤其在这个帐篷的通风环境下，接大手的话就一点味道都没有。对，没问题。而且把这个袋子收纳好以后，我们就放到帐篷外面也没有问题。对。好了，那再说说我们的这个卧室吧。 Snow Peak 的这个帐篷，它的卧室是单独在里面的，有一个，也就是说所有地方它都是与外面又隔了一层，那如果加上上面的遮阳帘的话，相当于隔两层。然后这个里面睡3-4个人没有问题。对，不过稍微有点挤，我觉得最多3个人吧。两个人，咱们两个人空间非常好。对。然后它是有一个，也是有一个网帘，然后里面还有一个布帘。睡觉的时候可以把这个拉起来。这边还可以通风，小雨。对。然后把它打开以后，也是有一个纱帘，然后它可以跟外面很好的通风。对。也就是说，可以达到一个整个帐篷的，整个的从这边到这边的一个完全的通透。对对对。嗯。然后，我们这次用的这个气垫，就是我们在山姆买的，100多一点，100多块钱，但是很好用。就是它很厚，你看它有应该是25厘米的高度，对，就比较厚。然后两个人躺在上面就会感觉这个支撑力比较强，而且它上面是绒面的。这个 Intex 的这个品牌，它就是在世界上做这种气垫，做这种塑料制品是特别有名的。最主要的是它不会漏气。对。还有两个枕头。对，两个枕头。所以我觉得这100多块钱一套简直太值得了。用的睡袋是黑冰的这一款。应该是黑冰。哎呀，700克绒，700克的。对，虽然是夏季吧，但是你在这种山里露营的话，还是要盖得厚一点。尤其是你要买就是上面戴一个这种帽子似的这种睡袋，然后你睡觉的时候不会觉得头很凉，然后还可以枕在那个枕头上，就会觉得很暖。这是护颈椎。对。还有什么？这个，这是我们的功臣啊。对，这个大白还是花了高价买的呢。对，一个韩国的电扇，它主要的最大特点是在低档风速的时候可以让你连续使用几天。然后呢，我在这儿呢就放在我的脚下，就给我吹风，就会感觉好像很自然的那种凉，特别舒服。然后在这回露营的时候，我们还有一特殊的用途，就是在点炭的时候用它去吹。因为这边比较潮，有昨天差点就没有把那个炭点起来，就靠到它最后吹风，然后让那个炭点起来。对，可以把它吊在帐篷上，然后三脚架可以卸掉。卸掉以后还可以接那种其他的，比如说相机的三脚架呀，都可以。然后它有这个3档风速，四档风速，对，4档风速，然后还有4个定时。那咱们就拔营吧。啊，你要睡了是吗？好暖和呀。来，跟大伙儿再见，拜拜。下次见。点赞。关注。But I'm trying to shelter you from pain. And all my love, the seasons come and they go. But I hope